是他们凯博园区的一部分，这栋大楼有没有看到？原来有带枪啊！网红晚安小鸡只身一人前往柬埔寨诈骗的凯博园区，全程开直播分享，没想到。疑似撞见持枪的保安人员，晚安小鸡立刻回头拔腿就跑。对不起爱婆，对不起我妈，对不起你们，大概是不是开枪？直播啜泣，线上10000多名网友也跟着晚安小鸡心情起起伏伏。紧接着，松动松动，对不起。晚安小鸡一路奔跑，过程中疑似跌倒遭殴打，荧幕最后出现一双军靴以及趴在地上的晚安小鸡，随后直播中断，人也因此失联。基本上小鸡现在是联络不到人的，也还找不到人。当地的旅行社，然后我们的导游去接洽看看。30000多名网友留言，有人表示担心，有部分人猜测是不是假的，留言太会演，感觉故意踢到保特瓶，认真就输了，演技待加强。他也可以拍摄，他有人陪同啊，同意啊，有什么事？有没事？没事嘛。但你今天过去就是因为你去戳人家嘛，你一个什么都不是，而且重点是你长得像猪长，你长得像猪，他也干这个事情，你该死。对此，刑事局回应未接获家属联系，外交部也无获报急难救助案件，晚安小鸡是否遇害还得进一步厘清。三立新闻郭元松、徐昌云台北采报道。可惜我跑出来了，跑出来了。我可头痛，我头一看直播，我头一看直播，我跟爱婆、妈妈还有哥姐，我跟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，我来不及，我来不及了。
而且我录影自爆。如果我发现什么异怪，我录影自爆。哥姐，我好给我肚子好痛哦，给他那他还没拿电击棒。几点的？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先回饭店了。我开这个直播，我开这个直播想让艾婆跟我妈还有所有哥姐，我就想要录影存证。我身上所有钱都被他们拿走了，30000美金，包括给司机的钱跟旅费。然后昨天，我想回台湾的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，我不敢再来柬埔寨了。我另外一只。另外一只手机被人拿走了，然后后来，然后被绑在椅子上，然后脖子也被绑住，手也被绑住，然后后来到刚刚有一个人进来，跟他们讲柬埔寨语言我听不懂，然后后来里面两三个拿枪的说要把我放走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把我放走，他叫我，他说 leave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放我走，我就一直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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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跑。我跑了5-6公里，6-7公里了。我现在没有
而且我留言我没有看了，我没有真的没有心情了，我想赶紧回饭店了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回去啊。给我的头啊，我先回去旅馆了，可是我还没追过来。先回饭店，我先回饭店。我开这个直播，想要录音保护自己，也想让大家知道说我已经跑出来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都是我自己自作自受。我不怪谁，我怪自己而已。我总是拿自己的身体生命在拼命，这我的问题，这都是我的问，这都是我的错。
我要先回饭店，我要先想办法回饭店。我先回饭店。就在那边了。我先回饭店，我要先回去，我要先想办法回去。